的酒吧吧，看到我们所有现场留下脚步的你们，感谢大家停留的脚步，你们的支持陪伴以及捧场，以及支持坐在里面的朋友，还有看到我很久很久不见的老朋友坐在里面的，不懂你们有听到我叫你们吗？还有坐在后面的我们的好朋友，还有这个我们的天颂，你们朋友是你们送我的吗？谢谢啊，谢谢你们了，第一首歌就送我一条彩带，谢谢，感谢我听什么曲子被帮我点唱，点上来只要是今晚间在我的节目时间会唱会安排都。